和筷子来了，明天扔到。从哪里过来的？哪里来？大饼吧。你啷个晓得我们在搞挑战呢？刷视频刷到的。到我们视频刷到的哈。正好过来玩。是不是白天上班刷视频的？刷到去了，是不是在流口水？平常吃好多？二两。那今儿俩来挑战个四两，你好害羞，说的我一个人在这说，我感觉我都好尴尬呀。我有点紧张。你不用紧张，我为啥是要跟你一直说话，就是因为了不让你紧张。这个是自动的，那个还要手动。莫激动啊，我看你真的是有点激动啊。主要是我们帅哥长帅了，哎呀，结婚没得？没有。哎呀，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我跟你说呀，在我那边的话，我很喜欢帅哥，如果说你挑战不成功的话，我会帮你去玩的。可以开始了吗？3、2、1，开始。他是有点紧张，他手都在抖啊。你和我唠一下吧，我去再接点，我去再接点茶。还找得很错，找得很紧张。哎呀，真得行。找得很紧张，找得很紧张。哎，不找你很准时。之前还找我，现在才一分钟哦。不着急。哎，还是准时换代了。而且宵夜的我就把它做两个。汤不用喝噻，哎呀！好了，成功了！我啷感觉你意犹未尽呢？没事吧，是吧？2分02秒，挑战成功！我真的感觉也没事吧，我下午来升个级，晓得不？当然能够带我，我很喜欢帅哥。上次我们潼关湾仔三宝的朋友点击视频左下角认准响亮。